先给你试一下我们这台机器，先给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停留机吧，这里有这么多，喏，对呀，这里我们的装，现在我给你试你这个停留机，这是你那个标签，标签这个是你打码的样子，打码是从这里打出来的。你清楚了，然后我现在开始给你贴标，师傅帮忙放下瓶子，来，然后你看，继续放，老妈拿下来，这个贴好了，嗯。这是我们的打码，打码的方向，字的方向都是可以变的。然后，贴起来效果很好。等下继续给你看。